好，欢迎来到我新一期的视频。这期视频我们给大家来，上来给我死机，有毒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1.10.0.3有什么更新的变化，我们带大家来细细的兜一兜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啊。为了让1.10.0.3它原版东西展现出来，最后把那科技的 mod 给它去掉了先，因为不然的话，科技 mod 它很多都修改过了。哦，加载速度这么啊，算了算了。好，这是我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址啊，我得把它，等会得把它记录下来。啊，我现在把它记录一下。110758691097720，先记录一下，等一等。OK，我们刚把这地址给记录下来了啊。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是很罕见的一个地方，那是丛林群系的村庄，这儿是沙漠群系的村庄，这儿相接在一起。先看新版本，这东西是棕，这个东西是棕。那再看我们这儿的东西，这是村民。村民他手上牵了羊驼，哦，不是，他是流浪商人，流浪商人，新版的流浪商人，羊驼是他的伙伴。你看这羊驼的材质有点变了，是红色的那种特殊的羊驼。流浪商人，我们可以与他进行交易，奸商，奸商，这不就奸商吗？真的是，没办法跟他交易的，算了，不打他了，免到惹得铁回流有仇恨。五个绿宝石给我换一个那么垃圾东西啊！那个鹦鹉螺壳，还有树叶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真的奸商是吧？这儿多了一些干草块，村庄这里，这儿多了一口废井，这是废井，应该是。这儿是什么四下筑成的一个东西，有点像古代那种神庙的仪式。这儿是一个门，那相当于就是一个小平台。这是两根不知道什么植物，红石在这打开。把它给看是什么植物，打没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不看了。反正这是更新的那种植物，类仙人掌，沙漠中的一种。哇，怎么还多了好多按钮啊？这么高级的，这儿有一个什么？这儿有一个，但这个制图台好还不能用，好还暂时不能用，还是只能用工作台。目前只剩是摆设，只是一个摆设而已。那现在村庄里更新了很多，更新了床，还有一些箱子，这东西比原来多多了，不像原来村庄那么单调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圈起来的一块地，地也变了，这村庄大改，大大的改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反正这也是，哦，这羊毛毯应该是，这是书柜，书柜。我加了真实的，哦，对，我加了一个真实的材质，所以说它还是有点变化的。是附魔，这应该是变化的附魔台吧，我没记错的话。这加了一个真实光影的材质，真实的光影材质，这刚看过了，对吧？我们走吧。这刚和刚的田一样。这是那个白色釉陶瓦，白色釉陶瓦，这是羊毛没问题。这多了个什么东西？切割器啊！我们生存模式站上去看看会不会受伤害。也没怎么样嘛，不知道他干嘛的。这东西我还没发现啊，更新东西好多啊。这什么鬼？
是按钮，不知道这按钮什么用。哦，哦，控制门的，它是个传感器，控制门的，这是僵尸村民，打死他！这多了一种小花啊，村民也开始慢慢的有情绪了，睡什么睡啊？要死重生点设置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传送回那个地方。嗯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你看，我家找不到了，要死了。哦，在这里。其实也不是。我先找老家。Locate is 通过找地标来那个。算我先找找家。我刚突然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我拷贝了自己的地图，所以说我的家的位置我又可以定义到了。就说老版本中的家。因为这两个地图是不同步的。我就找到了466-4995，行，那么这地点我找到了，我们保存并退出，我们可以去看我们刚刚那个地图中到底怎么样。所以教大家一招，就是最好你拷贝一个地图的进度，最好是慢于你的原地图的一节的，这样的话，到时候你真的家丢了，你也找得到。你等会儿直接 TP 坐标466-995就可以了。那么慢，快点！在 Discord 是那个讨论的机器，那就466-995。嗯？不是吗？那我再看看，哦，我抄错了，466-4995，好，我自己抄错了，哎，我自己脑子坏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你也是他记忆最不好了。嗯，再传送一次，然后再把那个出生点再定义一下，然后到时候直接死回来就行了，很方便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记得坐标466-4995。哎呀，终于回来了，好开心啊！重新找一下出生点。
行，我们再传送一下到刚。行，咱们又回到刚刚的沙漠神殿了，然后我们再继续进行搜寻。哦，这是新加入的仙人掌花，仙人掌花新加入的。这老东西，仙人掌是老东西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是那个尸壳，但我加 mod 了，所以它变得更恐怖了。凋零骷髅才恐怖呢，改期子给大家看这个 mod 里面凋零骷髅长什么样子，那绝对吓死人，跟恐怖游戏中的没啥两样，还比恐怖游戏中还要吓人。这作者实在脑洞太大了。这是田，我们不要看，让我们每个房间都进去看看。所以也告诉我们，以后在外面。游玩啊，床千万不要瞎点。这好也是个工作台，类似于工作台的装置。这就是甘草块，像新版本加那么多甘草块干嘛？我就想不通有点。哦，这是新的一座房子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制图台做地图的。以后大家不用再买地图了，可以自己做地图了，但现在好像还是没有开放功能。加入的第九种猫，新的猫，这是猫。喵喵这样叫的。